家好，是坨坨。今天我们要30秒购物大挑战。规则是全额不能超过50元。啊，彤彤咱们买巧克力去做蛋糕。如果超过50元的话，原路返回啊，任何东西不可带走。走吧，去超市啦。你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啊，然后看好你们想要什么东西。我们开始不？好，挑战开始，快点！别扔吧。最后一个糖。正好，时间到了啊！畅畅，畅畅，你算价格了没有？算了。有没有超过50？没有。那我们去结账吧。我们分享一下，我们都买了什么？这个浪里根浪，多少钱？11块。11.5。然后两个亚土豆，也是11。嗯。还有什么？这个。那叫什么呀？科比克，3块。这个是8.4。这个是3.6，这个是10.05。一共多少元？太佩服你的计算能力了，整整50块钱。哦，挑战成功，可以带回家吃啊。你是诸葛亮，你是神机妙算诸葛亮呀，你啊，对，真挺厉害的。彤彤你开心吗？今天挑战成功啦。开心。你想吃哪个呢？我要吃这个。我要吃。你那个糖呢？那个糖，要吃这个。可以，再见啦。拜拜。